巧克力很厚，好吃。巧克力口味，嗯，巧克力脆皮太厚了。脆皮很脆啊。香肠。我感觉巧克力香肠的比草莓的好吃呢。好吃吧。橘子软糖，姐妹们，这一包是一斤，看一下，我们看，再打开一个尝尝啊，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？看着跟小时候吃的那个差不多。哇，橘子味好浓啊！看着样子差不多，上面有那个。白糖，应该是白砂糖。哇，还有点药辣丝的感觉，还不粘牙，有点酸，甜度也不是很高，微微甜。嗯，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感觉跟小时候味道差不多。好吃，它要那种纯甜的肯定就不好吃，带点酸头挺好吃的。感觉一下子找到小时候的味道了。它长得就像一个橘子瓣儿哈，弯弯的。嗯，好吃。拍拍姐妹们，这个是9.9一包，发一斤。
好吃好吃。Hello， 姐妹，你今天吃鲍师傅甜品。料好足啊，配特别素。芋泥蛋挞，太好吃了。底下还有一层，它不是很甜的。脆皮爆腹，太满足了。满满的芋泥，它这个都特别松软，没有那么甜，都不是甜。来个肉松的，哇，它料太足了。好软呀。哇，好好吃！咱们来尝这个奶碎，这个地方夹的吃太软了，好软呀！看着奶，好多芋泥，太软了。太满足了，太好吃了，这也给我儿子留了，还给他留了一个蛋挞，太过瘾了。拜拜。 Hello， 今天吃个抹茶抹茶炸弹，哇，好浓啊！
这里边蛋糕配很少。好着。在楼上吃。Hello， 今天吃两个限定款，还有罗哥。嘿咻。好好吃，感觉像吃生巧一样，很丝滑。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是一个美女，巧克力味很浓。有点不舍得吃了，洛哥。看看，
胖什么。